下面我们讲一下九月新品中糖果包贝的做法。首先我们先讲一下里面的包贝怎么做。我们把布对折，在中线位置把它裁开，然后四角对齐，用珠针大致固定一下，免得缝合的时候布会出现偏差。然后再用锁边，然后再以锁边针法沿着四边进行缝合。缝合的时候要注意是背与背相对，面朝外，这样。这样以锁边的针法缝合一周之后，就完成了包贝的做法，放在一边。糖果包贝缝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折一下，放在一边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糖果。下面我们讲糖果套的做法。这是一块长方形的布，我们在它比较短的两端缝上花边。然后在大概距离两端8厘米的位置标上线，这是为了我们等一下缝合的时候把绳子夹上去。再以平针缝合，把绳夹在里面，翻过来之后，我们的糖果套就完成了。我们折好之后，再把它翻回正面。这是糖果套完成之后的样子，然后我们把包贝放在里面。